大家好，我是小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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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그럴 때만 그대. 아니 어떻게 순대 왜? 뭐 내장 좀 안 빠지나? 아 이런 것만 좋아하네. 看完剧集再说吧。别叫了。哎，查玛丽，今儿晚上一块儿走吧。我加班呢。今天你活不多呀，白天就偷懒了吧？去，谁说的？工作可多了。那我先走了啊，好好玩啊，玛丽。谁玩游戏呢？工作可多了，但是都很 easy。不如先玩会游戏吧。哇，今晚老娘不去夜店，不喝酒，不糟践自己了。早睡早起早成功。哦，这店好像又更新了，我要去看看。这一件不错。十点啦，别忘了明早。真没出息。예승이간도먹어오빠먹으라고너되게잘보여反正有外卖呢，再说吧。通过。反正也是加班，不如再接着玩会儿吧。今晚老娘不购物不花钱，不糟蹋自己了，早睡早起早成功。冰箱里的，不吃就坏了吧？再配上红酒。我现在就脱，脱了就睡觉，快睡，困死了。再不睡，老娘明天怎么去玩？等会儿，反正还有时间。你好，这里是24小时餐饮外卖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？喂？喂？这人全是钱，叫你拖，叫你拖，叫你拖。刷一下，刷一下，刷一下，刷一下。
浩夫。嗯，对不起，我们拖得太久。没事，没事，和你们一样拖拖拉拉，磨磨唧唧，飞机也成了拖拉机，这不都晚点三个小时了，还在等呢。哦哦耶！晨晨，请注意，您乘坐的飞往大连的班机，因为不可抗原的原因，拖延至现在被迫取消。拖拉机们，跟我来！我们又飞到大理去找向往的慢生活，却又害怕时间太快，得了拖延症。哼，我说怎么我找不到病根吗？当个拖拉机是有原因的。其实当个拖拉机也没什么不好。啊？嗯？啊？嗯？嗯？如果一朵花患了拖延症，它就不会凋谢。如果一道泡患了拖延症，那它就永远不会破。如果时间患了拖延症，就让我们永远停留在此刻吧。做个快乐的拖拉机。有了朋友，哪里都是美好的一天。一步骑马，你这拖拖拉拉的，我都睡醒两觉了。你什么？一辈子能下一步好棋，就算没白活。将军，如果时间患了拖延症，就让我们永远停留在此刻。也从不一个人眺望夜空繁星。是香水开来人唇膏，扑克酸梅雨伞手提包，物是人非比寻常。